嗨，大家好，我创哥。我妈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我们旁边这里有个卖那个桂花树的啊。我妈想买一棵栽在那个我们院坝那个旁边啊，说以后歇凉的时候好香一点啊。现在在那里。啊？好钱我嘛？哎呀，你要给啥钱嘛？哎呦，他流水了这个。哦，有那么大的嘛那个？这个啥子桂花哦？金桂。金桂啊？哎呀，把它抱上去了，好的。我不抱。我拆家，我在河上买的。我现在开到十来的。我是北京的，江阴的。几十块？30块？40块？10块。嗯。还是有那么大哦，还是可以嘛。嗯。我刚才那里买了一个那个，现在再买一个这个桂花树啊。要钱树。它这第二株也那么浓。要钱的。不，不需要弄点雨水了。我不过想弄两个盆盆的。盆盆没买，花的鱼了，顶多要弄三个鱼了。等一点稀疏啊。嗯。你想钱呀？好像你们这那个东西有点。哪个买来多少钱？拿到那个上面去摘上啊，然后把这个放到下面，这个是摇钱树，摇钱树。现在我们把它摘到那个那边去啊。咱先把它穿起来哦。把那个洋葱来串，那么串不通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金桂啊，碰香。这个我要挖神殿啊，才行。在这个老板说的啊，要先把外面这个层胶纸给它全部都弄掉。它这个起得好啊，刚好起了一个圆形，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。一两年的桂花树啊，40块钱确实不贵，便宜。以后还可以泡点桂花酒啊什么的啊。咦呀，一天就相当念个旧。现在要先倒点水在里面啊。放低吧，火的。先把泥浆这样打出来啊，这样成活率更高啊。哎，这个有点大。这个还有两个小的啊，这两颗相当于送的，买一送二。可以。对了，喂，
那就好了。要把几个菜盘拆的好看，拆的啊，别夹了的。嗯。好了，这样就算栽好了啊。等明年的话，应该桂花结了很多了啊。到时候用桂花泡酒，而且这个出来就能闻到桂花香啊，爽。